这个题目哈，跟刚才那个题目很像。好，第一个动作一定先把它还原哈。啊，找出顶点。啊，找出顶点。好，顶点找出来之后一样。哎呦，可是这不用画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线就已经跟这个通过顶点的这个投影面垂直，哎，不，贴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一段就是时长，只是这里有被切掉的哈。其实我们就只要画这样子，画水平线出去，所以这个被裁掉的部分，它的实际长度就是在这里，啊，啊，这个当然被裁掉就在这里嘛。啊，这一段被裁掉就是在这里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来画了哈。好，一样，时长在这里，啊，啊，啊，一样，画一个弧。再来，老师先把底都画出来。这是对称的哦。再来，被裁掉这一个是在这里，啊，我这里画一个圆，啊，再来是这一段，啊，画一个圆。啊，再来是这一段。好，所以你看看，下盖是六角形嘛？好，最短面接着嘛？啊。所以我从这里接到这里，因为它是对称的，而且它是依序一直上去。所以这是连续。哎呀，哦，这里有一个平的啦，糟糕。啊，这里有个平的，好了，这一段平的我没有注意，这一段平的啦，再接上去了，啊，这一段平的啦，啊，这样子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，啊。折线是细链线，哎，细实线哦，哈，啊，好，这一题比较特别的是要一个什么？我们就直接接在这里，要一个辅助视，要一个辅助视图嘛。老师讲过，先把它还原成方形。先还原成方形，好，这里先再画，
这里长度，哦，量过了，哦，我直接贴在这上面的啦，啊，好，一样，这里是如果没有缺陷是像这样子，好，再来，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在哪里，啊，我们用对称的画。因为太短不好画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嗯，这里，好，好，所以这接起来就是什么？它的辅助视图。知道吗？我这一个面就是接这一个嘛，所以就是这里接到这边，哦，对称的嘛，好，换这个，好，好，再来换这个。啊，这一段，再来是这个，嗯，再来是这个，啊，所以把它接起来，因为这比较细哈，所以老师用比较细的笔画。记住哦，这个应该是用粗实线哦，哈，只是老师要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，所以用细的，哦，所以就把它转过来啊，这里就是再画一个六角形嘛，啊，六角形老师有讲过。等一下，这里用进化。所以六角形就出来了，啊，再把它画起来，大功告成。好 ，OK， 当然这中间的系列细实线哈，折线细实线我就不再画了了哈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解答。